政治新闻方面，我们先来看针对总统跟立委选举是否要合并举行。中选会在日前进行了民意调查，结果是过半数的受访者都赞成合并选举。 中选会的民调显示，有55.7%赞成合并选举，而赞成分开选举的大约是32.6%，没有意见的则是11.7%。这项民调是在4月8号到10号以住宅电话随机进行访问，受访者有1657名20岁以上的民众，而这项民调结果还有先前公听会上各界发表的意见，中选会都将作为参考。